没骷髅头，没事。好，算了，我们再打一次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很快啦，很快啦，大家不用担心，好吗？啊，也不用洗了，赶快打过去。有把没消按减伤三一片。哦，好吧，那我认了，我认了。好，工钱盾也是一样，继续洗。工钱盾打多少？37000。先回个血。然后空转两回合。开阴奇都。然后再来哈，8C 这里开吕布，其实我觉得这边可以这样子，再加这个，哇，结果还是没打死。哦，这个真的是。OK。哦，你没打死的话，其实在这边也可以抹啦，哦，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抹的。好，这边呢，好，这样子，开打几回血。哎，没有间距了，靠！我们这边先开个，应该先开个龙科吧，先开个龙科。我在想是先开个龙科吧，先开个龙科好了，好不好？还是开打几排猪啊？这只血量多少啊？先开个打几排猪还是先？先开龙科好了，先回血。我，哦，这个技能分配我觉得蛮重要的。开龙科我就觉得都打不死，如果开龙科打死，那我真的无言，因为你那个新珠不能消，等于是伤害很多都被吃掉了，所以我觉得开龙科应该是打不死。先打掉他那个一些血，应该打不死。真的无眼，真的无眼。好啦，还是救得回来的，各位，还是救得回来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队伍就是这么无脑啊！好，克属拼图盾，先把新珠消一消哈，先把新珠消一消。给我木珠，给我木珠，给我木珠，给我木珠。好，他不给木珠，我们再消，我再消。还是不给，依旧不给。哎，欸，
靠北啊，怎么一直扫？一直扫，一直扫，一直扫，真的无言。好了，哎，五颗五颗。它血量是2亿1000万，2亿1000万。那我们呢？我是觉得啦，零砍就可以了。应该是要打两次。哎，刚好打死。好，其实这边不会死啊，慢慢打就好了。再来全按电击这个地方哦，不用跟他废话，直接。血量是3亿2000万，应该打不死。哦，真的打不死，不过没关系哈。好，这样就过了。然后再来呢？王一，王一要怎么打？怎么打？克鼠盾反击180，他两下打下来是70000。哎，撑得住嘛，对不对？反击撑得住嘛，对不对？撑得住吧。哦，也真的撑得住哎，撑得住哎，空转哦，空转。哎，好无脑哦，好无脑哦！这个是光属性不能消嘛，那这边就直接打死就好了、啊。这对有点太强了。好啦，这对我觉得随便组都过。那最后一关哦，开一级都解锁，火。木光暗刚好都有哦，解锁哎、欸、不行啊，你解锁就会炸掉了 啊，没关系，先解锁，先解锁，火木光暗都有啊，水珠不能消嘛，对不对？水珠不能消哈、哦，那我们这边直接开这个啊，火木光暗里面、欸、火珠哎、欸，靠腰嘞，我是不是犯贱？我是不是太贱了？我不应该这么犯贱的，对不对？好啦好啦，太犯贱了。水珠放这里，光珠放这边。OK 吧，火木光暗，加龙哥，我刚刚太犯贱了。想说要把那个真伤开一开，不要浪费，结果开到那个吕布，把暗珠、把光珠转掉。大家应该看得出来啦，哦，做效果啦，好吧？让大家知道啊，就是随便打都过啊。这个机体就是这么的强啊。好，对不对？哇，31亿啊！哦，你们看哦，其实这个队伍跟潘朵拉就很像哦，因为它是间距型的队伍，它的攻击珠是间距型的，所以它这个大爆发都没有办法打到太高。这种队伍都这样子，那10倍率高的队伍就很轻松可以打到什么百亿、千亿，哦，大概就这样。